温 B 班雷建豪，我是温 B 班陈敬鹏，欢迎大家来到特别技巧朗诵教室。吓，咩特别朗诵技巧教室啊？你发烧啊？烧到傻咗啊？而家系校园电视台喎、啊。我冇傻，等我用我嘅特别朗诵技巧同大家表演一下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听啊，好难听啊！你呢啲朗诵技巧，不如等嚟紧嗰几位同学教你啦。人哋个个都系标准过你噶。切，有几劲啫？去片咯。唉，你做咩咁垂头丧气啊？我今日朗读课文，老师话我每人顿挫，仲话我系转折嘅地方，一啲情感转变都冇。转折系咪即系话前一句说话同后一句说话嘅意思相对或者相反啊？哇，你点知噶？吓，劲咯！等我估下先，表示转折关系嘅连词系咪但系咧？哇，你又点知噶？真系神喎，快啲教我两招啦！我边识啊？要请教，梗系揾高人啦。我哋喺朗诵嘅时候，应该点样处理转折嘅情绪呢？邪路都不好走，倾斜的路意味着上攀的辛劳和下滑的不安，但所有的邪路都引人入胜。原来系咁，我明啦。我深信我总有一日会拥有特别嘅朗诵技巧，勇夺奖项。正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我知你满怀希望，但都唔使咁大声噶。展望同盼望梗要大声啦。唔系要大声，系要高声调。我哋喺朗诵嘅时候，应该点样处理期盼嘅感觉呢？手足疲惫时，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就有平坦开扬的幸福，而且路上总有乘着月光的小白花，大片大片的红枫林，愈夜愈清的众星星，不停鼓励我们继续攀升。又有钱入袋啦！如果银包真系咁涨就好啦。哇！啲想象力都几丰富喎、啊。梗系。其实喺朗诵嘅时候，我哋都可以用语调、节奏、表情同动作，将作者描绘嘅景象重现喺听众面前。例如我哋讲到高山嘅时候，眼睛就自然望向上，表示很高嘅意象。即系点啊？即系咁咯。是来到了童话世界吗？当游艇步步地绕着青岛湖转的时候，那一座座浮在碧波上的精致小岛，那岛上色彩缤纷的小房子，那尖尖的小城堡尖顶，那曲折的小桥，那浓葱的小树，那盛开着杂色花儿的草地，那典雅的小码头，与飘在小岛上空的一两抹彩霞，使人有置身童话国度的感觉。一阵风过，这样的叶子就飘然而降，在长满青苔微湿的地上特别醒目。哇，又真的好有画面感喎、啊、今晚咪用齐晒头先嗰几种技巧就攞到奖㗎啦。肤浅技巧系死嘅，感情先系生嘅。咁即系点啊？即係咁，頭先嗰啲技巧嘅要純熟啦，但講到底，我哋都要準確咁樣理解仲裁嘅內容同埋感情。例如嗰、那個作品係輕鬆嘅，就可以用輕鬆啲嘅感情去表達，效果可能仲好呢。吓，不如都係去請教高人啦。我常說愛在咖啡館，其實我並不愛喝咖啡，我只爱咖啡馆的悠闲气氛。
精緻雅靜的，臨街接近大眾感情的，都沒有所謂。三兩友人，不談大題目，責忘重擔子。偶涉閒言，不及人非，目光也可以游離四顧。坐姿隨便，一派無牽無掛的樣子，這才算閒聊閒情。哇，真係讀得好好聽喎、看來我都學滿詩了。咪住，哪有這麼快學滿詩啊？蛤？有感情有技巧還要學些什麼啊？合作咯，除了剛才所說的感情技巧集中，還需要非常強的合作性，還有很多變化，例如男女分佈、動作一致，還有做不同的動作去構成一個整體的畫面。蛤？這麼複雜怎麼做啊？留心點學東西啦。幾馬忽然變動了，雲霞已轉，歌舞緊急。我戰戰兢兢的凝視，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。太陽驟然墮入一塊紫雲後面了，海面失色，粒星轉為幽暗。彩雲幾句，頂中不敢全勝。唉，到底怎樣才變得我們那麼勁啊？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啊！師兄師姐不斷把握機會參加比賽，再加上在賽前老師的指導下不斷練習，才有今天的成績。哎呀，可惜啊！可惜什麼啊？可惜今年的香港學校朗誦節已經過了，不是我這顆明日之星一定可以發光發亮。不用擔心啊，明日之星每年老師都會找人去算筆，到時你不要驚到不敢去啊。放心，我一定會突破自己一鳴驚人的。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切，乜一開我教佢先有咁勁嘅？喂，喺度諗緊啲乜嘢啊？有好嘢唔預我？你唔好諗衰嘢啦！我喺度諗緊，我除咗去制服團體之外，就冇其他嘢去玩好玩啦。我想玩啲又益智又好玩嘅學會啊！有益智成分嘅學會啊，奇藝學會幫到你咯，快啲去睇下。哎，阿 Chris， 你個個星期二放學都即刻走去302室，你係要補課啊，定係補做功課先？冇啊，約咗同學捉下象棋啫嘛。捉象棋？而家咩年代啊？你係咪落得公園多同啲阿伯一齊捉象棋啊？唉，咁你就有所不知啦。象棋係中國嘅國粹，其局變化萬千。除咗可以培養我哋嘅耐性同埋思考之外，仲可以得閒嗰時同同學捉下咁樣培養下感情噶嘛。有冇咁勁先？咁不如我哋籌睇下 1A 班張成寶同學同埋 4C 班嘅郭康文同學點樣破解呢一個巨食馬將士嘅象棋殘局先啦。各位同學都可以幫手諗下噶。巨食馬，馬走，將軍，將軍後退，巨食士，士食居，好，飛將 ，yes， 贏咗，輸咗唔緊要，再嚟多波。好啊。你睇係咪好刺激呢？捉象棋可以培養我哋不屈不撓、屢敗屢戰嘅精神，唔怕輸就係成功嘅好開始。得象棋咋？我唔係好熟嘅玩法喎。唔緊要，棋牌學會除咗象棋之外，仲有其他活動噶，例如大富翁。跌跌落，you know， 哈娜，係
在星期二的时候约埋同学仔嚟呢度斗下棋都挺好的。棋牌学会很欢迎非会员和会员逢星期二约埋同学仔嚟到302室一起玩棋的。如果同学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去 4D 班找棋牌学会主席陈华伟同学查询。多谢。今次得啦，我星期二就去棋艺学会等我啊！唉，做咩喺度唉声叹气啊？冇啊，上堂音乐老师问我嘅乐器我都冇一样识，所以咪担心咯。切咁咋？睇下音乐学会咪得咯。木笛嘅英文名叫 recorder， 喺四大乐器家族入边属于木管家族，而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叫法。台灣稱直笛，在中國大陸稱樹笛，在香港稱木筒笛，不用靠簧片來發聲，跟吹哨子差不多。木笛是西洋樂器史中發展得最早的吹管樂器，木笛的歷史很悠長，源自14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，西元1450至1600年到17世紀的巴洛克時期，西元1600至1750年，木笛都是非常重要的樂器，當時幾乎都是每人一支笛，遇到好朋友時就會拿出來合奏。德國是第一個國家首先將木笛廣泛推廣在青少年音樂教育上，英國也跟隨著德國腳步，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，所以我們音樂課程裡面都有木筒笛。木笛由德英兩國漸漸推廣到全歐洲，繼而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響應。木笛由音樂教育家大力推廣之下，加上塑膠笛又便宜又容易吹，很多國家的小朋友幾乎一人一笛，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多人認識的西洋樂器。這支就是大家在上音樂堂最常見的一支木筒笛，英文就叫做 Descant， 中文就叫做高音木筒笛，它比其他木筒笛就較為短身，吹出來的聲音比較高和尖，現在就為大家示範一下。直笛，而佢英文名就係歐土，佢大約長47cm，佢嘅特點就係音色柔和，音域同人聲相近。我而家就為大家示範一下。大家好，呢支係次中音笛，英文係 tenor， 音色柔美略帶傷感，以哆為起音。而家嚟示範一下。這支是低音木筒笛，英文叫 bass， 體積越大音域越低，在木笛對單音的伴奏角色，那我現在就示範一下。朗诵教室就咁完啦，等我嚟翻个结尾先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得啦，你应该仲未好翻，我带佢去睇医生。拜拜。